不用。吃的好像熊的，熊的，对啊，什么的是吧？对对对。上海熊嘛。这冻肉相当于这切骨头的，切骨头应该有什么问题？这你们他一般肯定是先带骨头的。你看这也挺硬的，切骨头也不错是吧？还行是吧？对，挺你看，这个挺光的，挺好的。这小的呢，你拿那个带骨。